你带我去见他。走。子衣师叔。 大燕王公主将诺吉参见王子殿下。原来紫银师叔是王子殿下。什么是殿下？就是王的儿子。我早已是仙家弟子，而非大燕国皇子。陆将军，无需亲自打理。 末将虽比殿下年长几岁，但那年燕王和王妃送殿下去琼华时的情景，末将还历历在目。多年不见，殿下已经是儿时之事，子英已经不记得了。希望将军不要再提，也不要再叫我殿下。是，可是有一事。 末将务必禀明殿下。不，子英少侠，燕王和王妃不幸染疾，于6年前都后逝了。他们离世时，可还安神？ 燕王和王妃离世前，最为挂念的就是您啊。末将已经将他们和小郡主合葬一处了。什么事，小郡主？哎呀，你不要在这种时候这么多问题。子英还有一事不明，即便你贵为两国通事，为何会在陈州停留？ 实不相瞒。